金喝水，口渴了。哦，真的一个人这样不容易，很想念当吉他手的感觉。那创作呢？觉得创作，有时候就是一个情绪啊，不一定是你要记录什么东西，啊，就是可能灵光一现，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，情绪的有好有坏这样子。那所以接下来要唱的歌曲是个情绪，可能歌词也可能不晓得在讲什么，但是就是当下的一个情绪。因为有时候沟通啊，人跟人沟通，有时候沟了不通，讲也讲不听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其实到那种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最好还是拿起最好的朋友啊，吉他这样跟他讲讲话，不然他会说很冷，晚上会做梦。好，有没有？有，再来再来。所以第三首歌叫做《说不出口》，就开始吧。是不是有些话你说不出口？是不是有时候不说比较多？看看四周，越来越朦胧，就让我唱出我脑袋的痛。别想的太多，它自然会痛。该来的会来，随着你往前走。再见。去，明天再继续，或许有新的惊喜等着我。说不出口的时候，伤害早已经侵蚀我。明天你会怎样？那全不关我事，你是不是我的事？
谢谢。